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处处见面，两人寂寂心动，惊惶中看不一样的天空，我张开心胸，无情的人笑我痴，我笑无情人懵懂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你在地下有知，务请见谅。无忌哥，我也来凭吊。你也来凭吊珠儿？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定亲觉得对不起珠儿而叹气啊？我是感慨世事多变，想当年我们在汉水中一见，在光明顶上你受你师父的逼迫赐我一见，没想到今天在义父的撮合下我们竟然成了夫妻。那日我赐你一见，难道你不恨我吗？你没刺中我的心口，有意刺偏，当时我就知道你对我暗有情意了。早知如此，那天我就一剑刺死你，也免得日后无穷岁月中被你欺负，受你的气。我怎么会欺负你，给你气受呢？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，得罪了你，你会打我、骂我，甚至杀了我吗？像你这般温柔斯文、端庄贤淑的姑娘，怎么会做错事呢？就算是圣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。况且，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教导，难保不会一时糊涂，误入歧途。如果你真做错了什么，我也会好好的劝你。我是怕万一。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事，你还会对我不变心，不会杀我吗？芷若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我要你亲口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绝不变心，我也不会杀你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许你嘻嘻哈哈的，我要你正正经经的说。
你这小脑袋啊，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芷若，我们已有了夫妻之名，过去的种种，我希望你既往不咎。从今以后，我对你绝不变心，就算你做错了什么，我也舍不得说你一句重话。这是你的真心话。肺腑之言。无忌哥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。 可要记得今天跟我说过的话。明明，我没胃口。来人，稍等。是。 启禀郡主，船只已经准备妥当，这一两天就可以起航了。不能现在就出发啊？因为潮汐和海风的关系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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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两天就一两天吧。明明，我困了，我要睡了。哦，那好，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起航回大都。回大都？是啊。 汝阳王府才有能解你身上十浆软精散的解药，你身上之毒需尽快解掉，不能拖。你父亲的生死尚需你亲自去解决。知道了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下官也告辞了。坐吧。是。听着。 话不二传，到了灵蛇岛，只要是能动的，一个都不准活。那郡主那儿，你只管听小王的，郡主那边我来扛。下官遵命。 太多太多的疑点让我不解。如果是为了我的倚天剑，大可杀了我，把我放在筏子上，是要我自生自灭，还是另有计谋？灵蛇岛只有金毛狮王谢逊、张无忌、朱儿、周芷若，谁？是谁这么做？目的又何在呢？ 什么呢？赵敏，啊，你还是忘不了他呀！我心里有股疑团，一直解不开。那你就说说吧。我认为，依赵敏的个性，他如果真的要夺取屠龙刀，真的要图谋不轨，他大可把我们大家给杀了。为什么？只对朱儿一个人下手。也对，是没理由留下活口，给自己落把柄添麻烦。 那如果不是赵敏，那又会是谁呢？你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云丫头死了，至于那个周丫头嘛，芷若柔弱心慈，她绝不是那种手狠心辣的。先下毒，再夺刀，简直是早有预谋啊！除非……你想什么呢？除非岛上还有我不知道的高人躲藏着。 高人，无忌啊，你这么一说，
我是一直纳闷，昨晚半夜我睡不着觉，就四下走走看看，走进了山洞。你是知道的，我眼睛瞎了以后听力特别灵敏。当时我觉得山洞里有人在练功。练功？是啊，可是我一进洞，忽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了。我在想，此人若不是武功极高，会归西大法，那就是我确实听错了。 无忌，怎么了？这一两次驱毒，总觉得芷若体内有一股极寒的阻力，把我送过去的九阳真气相继相抗。您的经验老成，你能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？这个我也说不清楚，也许是峨眉派历代师傅都是女子，因此所吸内力偏阴柔一路。 芷若，你刚才和谢老爷子谈到，我都听到了。芷若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谢。义父。这才对嘛！你是我的儿媳妇了，还谢老爷子长，谢老爷子短的，太见外了。我说芷若，你师父灭绝师太去世之前，是不是把毕生的内功都传输给你了？ 是的，无忌那就对了。尊师灭绝师太真是一代人杰，他传给你的内功高深至极。我当时为你驱毒的时候，就已经察觉出来了，你有惊人的内力阻力。日后你以此用功，或许可和我的九阳神功并驾齐驱啊。峨眉派武功怎么能够和你们的九阳神功还有乾坤大挪移相比呢？芷若。 你天性醇厚，这武学上的招数你或许所学不多，可是你的内功却已经有非常深厚的根基。听我师公张三丰曾经说过，武学钻研到后来，成就大小往往与个人资质有关，能练成武功的就未必成就最高了。据说贵派创派祖师郭襄的父亲郭金大侠，也是资质鲁钝，可他的武功修为正硕古今。依我看呐。 你将来的成就一定能超过你师父灭绝师太的。你想安慰我，也不必口口声声的夸我武功好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其实，我只要能学到我师父武功的一成两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你肯把你的武功教我一两招，那我才是由衷感谢。 当然，在你认为我还没有这个资格的时候，但我没说好了。你误会了，你现在所学的武功和我截然不同，我是怕会适得其反。怎么说？我这九阳神功完全是阳刚的内功，可你所学的峨眉派内功却是极柔的路子。如果你再学习我的武功，这阴阳会于一体，除非是像我太师父这样的武学奇才。 或许能够让他刚柔并济，水火相融，否则只要差了一步，就会走火入魔的。或许日后你的内功大成的时候，我的乾坤大挪移，你倒是可以学一点。其实我是跟你说笑的，反正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，你的武功和我的武功又有什么分别呢？这个丫头说话真是越来越甜了。义父，你取笑我？ 哈，义父啊，
这芷若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我看我们现在可以回中原了。嗯，啊，我觉咱们再往前走走吧。义父，这棵树还不错。 大家听着，只要是活的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啊！这下糟了。 好像是袁冰水师，想从他们口中问出是谁派来的吧？啊，不想也知道，是谁能有权领这些援兵来灵山岛的？肯定是赵敏，赵敏。他们来意不善，我下手重了些。无忌哥，我一时没想那么多。哎，咱们去看看有没有船，如果有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坐船走了。嗯。 义父，你看，这里有艘船。啊，到了船，咱们就可以离开灵蛇岛了。林左权，我想去看看表妹。嗯。我就要离开灵蛇岛了。珠儿，你一生困苦。 敏敏，小王爷没有骗你，是我骗你。因为我承诺了七王爷你的亲事，在皇上面前，七王爷力保我无罪。您拿我做条件。 不谈条件，特木尔家族就此毁了。我不受威胁，我不嫁。站住！你是我的女儿，由不得你做主了。后天，你正式成亲。不！两位师父，郡主，抱歉了。 我看我们可以准备他们成亲的事宜了。啊，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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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这边，这边，拿过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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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
恭喜王爷，恭喜王爷！周师傅，哎呀，麻烦你赶工了。后天市有点急，不过是郡主的嫁衣，不睡觉也得赶呢。好，包，过来过来。爹，带周师傅去敏敏那儿量身制衣好吗？知道了，跟我来吧。我先去了啊。去吧。 见过齐王爷，岳父大人，我来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啊。齐王爷，请吩咐。哎，为了我儿子的婚事，这个我对您的手段稍嫌过了些啊。长安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。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这个，臣不敢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啊，主要是这桩婚事。 我儿子特喜望，岳父大人，我希望敏敏心甘情愿嫁给我，而非以强。岳父大人，敏敏的性格刚烈，这个很难保今儿个明儿个，甚至成亲以后，她死命抗争，这个家庭是何事小，可别闹出人命来。齐王爷的意思要如何做？ 就是要敏敏死心塌地的嫁给我儿子，这只怕很难。周师傅，对不起，实在。怎么回事？敏敏不肯量身，她大发脾气。我去，等等。 新嫁衣不必做了，不管合不合身，买现成的。我是在问您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你的鬼点子特别多，所以封住你的门窗。你不准出房门一步，一直到办完婚事。爹，放我出去！啊！ 开门。郡主，请用膳。明明，吃饭吧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一直想不通，爹。 一直都不会强迫我做什么事的，为什么这一次那么不顾我的感受，更不顾我的反对，硬要我嫁给扎牙都呢？你很清楚，齐王爷强势逼婚，爹也是无可奈何。我不管，总不能牺牲我吧？吃饭吧。我要逃婚，我要逃离这个家。妹妹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哥。 你很清楚扎牙都这个人，他软弱无能，我讨厌他，我要是嫁给他，我会痛苦一辈子啊！哥，你帮我逃离这个家好不好？我哥，从小你就疼我，你就让我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求过你，这一次算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如果帮了你，就是害了爹。可是我不帮你。 那等于是我误了你一生啊！我，你这分明是为难我嘛！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吗？哥，你总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你妹妹就这么毁掉了下半生的幸福吧？是不是啊，哥？哥，你能不能跟玄命二位师傅要十香软金散的解药啊？为什么？
我中了麝香软金散的毒，难怪。我想以你的武功，怎么会求我帮忙呢？原来，哥。 王爷，妹妹，为了你，哥可是拼了这个脑袋了。哥，谢谢你，快走吧。 没有啊，哥！哎呀，我要帮你离家，总不能去打草惊蛇、剪尾生枝吧？你打算去哪儿？我们是什么人？秦王府的带刀侍卫。齐王爷有令，如果郡主逃婚的话，绑也要把郡主绑回去。我不回去。妹妹，我今天私放了你，齐王爷绝不会放过我。横竖都是一个死，今天倒成全了你。哥，喂，谁也不准走。你那里竟是不是他们对手？赶快走！ 哥，我怎么可能放下你不管呢？你起来好不好？你起来嘛，哥！哥，你起来呀！哥，你不会死的，哥！
郡主没事了，你们二人退下。 这是何苦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训断剑？为什么？爹明明知道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小王爷，明明知道我不喜欢被人摆布，明知道以我的个性，宁死都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。 这么多的明知道，爹还要一意孤行。是爹，是爹逼我走上这条绝路的。你以为你自杀就能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吗？就能挽回一切吗？敏敏，你也太自私了。想要一死百了，你把所有的难题都丢给你老爹。我不否认你哥的死，我不是没有责任。 是啊，你和张无忌离开的那天，你真的被打入天牢。我被拘禁了5天，从没做过阶下囚的我，这5天的牢狱生涯，如同5年那么长。其实我个人事小，倒是因为我的失职，皇上下诏。 要灭我们三族啊！爹，是女儿不好，女儿对不起爹。敏敏，我们过去谈过很多次，不管七王爷企图如何，事实摆在面前。我失职是因你之故，你要是平息叛乱，消灭明教，我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 因为我答应我七王爷的婚事，这份诏书才被挡了下来。敏敏，这个你最清楚。能保爹不死，能维护特木尔家族，只有七王爷。你说我能不服从他吗？就算爹爹我最该伏法，可是我那些族人呢？ 我可以失去一个儿子，也可以失去一个女儿，但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族人。爹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我很清楚我该怎么做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吧。给我一点时间。 明明啊，今后就委屈你了。我办完事马上回复。啊，对。爹，这是？这是10箱软金散的解药，还有些银票。
出门三不便，有钱便是胆。早办完事，早回吧。 弟子有事情啊。你从万安寺回来，多长时间了？半个多月了。半个多月以来，为师看出你一直为青书的事情心神不宁啊。为师已经隐退，不问俗事。我武当派完全由你主事。我不希望你因为青书。 对本门事务分神分心，师父，弟子皆甚恐惧，谨遵师训。我找你来，并非是训诫你，而是要为你解决这件事情。毕竟父子连心。进来。 对什么事情都好奇，我找你大师兄来谈事情，你总是要一探究竟。你给我下山啊！弟子知错。我叫你下山把青书找回来。师父，你可吓了弟子一大跳。但是弟子带青书回来，何为难之处？青书这孩子个性一向怪怪的，就连他爹大师兄的话他都不听，我怕他未必会跟我回来。 青书涉世不深，江湖经验又不足，加上年少气盛，我担心他只身在外误入歧途。神谷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一定要把他给我带回山来。弟子谨遵师命。 我不是叫花子，我不是叫花子。喂，站住！我又不是叫花子，我才不要你的施舍！哼！你们干什么？臭小子，你拜的哪个山头啊？山头？什么山头？外人，给我打！你们干什么打人？ 我也没招惹你们，你这小子在我们丐帮的地头上占地盘就该打！哎，打！你们真当我是叫花子？我是武当宋青书，管你是谁，打！住手！陈长老，陈长老，见过陈长老，见过陈长老，陈长老，见过陈长老。长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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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过陈长老。仗着人多欺负人家外地人。这位是，毕帮弟子无礼，陈友谅在此代他们赔个不是。不敢。 其实，宋兄的大名在下早有耳闻，只是，恕我直言，以宋兄武当一派少年英才，为什么会如此落魄？
宋兄果是一表人才，不愧是玉树临风的少年英雄啊！只是让陈大哥破费了。哪儿的话呀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。我陈友谅没有别的，就是好交朋友。我说，我年纪比你长，叫你一声亲叔，应该不算为过吧？啊，应当应当，不为过，不为过。秦叔兄弟，能不能告诉我，怎么会变得这么落魄？来。 咱们喝个小酒，聊聊天，疏解疏解心情。或许我这个做大哥的还能帮点小忙。哦，你口中的周芷若姑娘，一定是个大美人了。哼，在我眼中，就是天庭仙女也不如芷若。嗯，为了找她，想必这半个月来你受了不少苦啊。 只要能找到芷若，别说半个月，就是半辈子，也值得。青叔，你为爱如此执着，称得上是世间少有的性情男儿。你这个朋友，我陈友谅交定了。来，敬你。 峨眉派，有没有问过峨眉派的人？ 芷若和他的丁师姐决裂，不可能回峨眉派的。那也很难说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哎，陈大哥，啊，我丐帮弟子遍天下，我要他们帮你打听周芷若的下落。这也好过你一个人没头没脑的瞎蒙。陈大哥真是性情中人，小弟有幸结识。这都是缘分嘛，你我相识相交就是缘分。青叔，你等我。嗯。 知道了，老总。嗯啊，哎，没问题。陈长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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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何吩咐？长老，你看，大师姐，啊，魏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静全师姐，是峨眉派的，回去。去办你们的事吧。什么？是，走走。静全还好意思要我回去？师傅圆寂那么久了，我再三提议。 峨眉不能一日没有掌门，而我丁敏君论武功最高，论资历最深，怎么说都应该由我来担任第四代掌门人。哼，只有那个静玄再三坚持，要凭铁指环才能接任掌门人。好，我去灵蛇岛找周芷若，得不到铁指环，我不回峨眉。哼，哎，大师姐，大师姐，哎呀，你不必再说了，要么你跟我一起去。 要么你自己回峨眉，我跟你去。哼，这才对。等我当了掌门人，你们在峨眉的地位也会跟着提升。大师姐，先住一晚上，明天再找船去灵蛇岛吧。嗯。哟，客官要住店吗？3000房。好嘞，先登个记。 对不起，莫七侠，啊，是峨眉丁姑娘，真巧啊，怎么来天津？啊，我沿着大都一路找我那师侄宋青书，啊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他？没有。啊，小二，我要住店。好嘞，先登记。 秦叔，你不要闷闷不乐，我已经交代弟子们去找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啊，陈大哥，如此够义气，小弟定当回报。哎，事情都还没成，说什么回报？啊，不，一定要报。长老，查到了，查到了。 青叔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芷若找到了。
执着在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他起起落落。